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家？一会儿你妈妈过来接你，你妈妈过来接你就可以回家了啊！你先自己玩会儿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给你打了半天电话，怎么不接呀？我接电话干嘛？你有事可以跟我下面副经理说呀。你吃枪药了？我有事都让找你了，我找你经理干什么呀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只想再跟你确认一下，你背后的这个基金雇主老大不是顾雄，对不对？你问第三遍了，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啊！我现在心里不踏实，思思。我们江海集团现在面临的问题，你不是不知道吧？大哥为了救我们，把他的股票都出让了。如果收他股票的人是顾玉雄，那我就完蛋了。如果你现在背后的金主也是他，那他等于拿到了江海集团大部分的股权，那我跟我大哥，江海集团很有可能就没有了，我很有可能倾家荡产的呀。可是资金已经到账了呀。什么意思呀？笑什么呀笑？真痛！陆香堂，我认你这么多年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一挺聪明的人，你怎么能在这事上犯傻呢？我现在没明白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一件事问我三遍，说明你还是有直觉的呀。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这钱啊、资金啊，还有这背后的金主啊，就是顾立雄。他就是想假借我的手，把你们哥俩全挤出去。为什么呀？原因你应该知道啊，你还有脸问啊？我不知道，你告诉我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啊，思思？啊？因为你不是人。我从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跟着你们哥俩干，这么多年，我算尽心吧。我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我把你们哥俩当亲哥俩看，当一家人看。你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啊？我不明白啊，思思。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？我冒着那么大风险录视频给你，不是为了让你把我姥爷送进监狱的。我连我姥爷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，你知道吗？死在监狱了。我爸为这事儿都快疯了。你搞得我家破人亡是吧？可以啊，我也可以搞得你家破人亡。这理由你满意了吗？我现在真的特别开心。我都听到了，不是一家人吗？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？对呀，不是应该是一家人吗？我现在有点懵了，可能不是一家人吧。是啊，我跟顾雄之间的关系只有你大哥还有他，我好像是没谁知道了。我跟顾雨雄斗成这样，那他应该不是一家人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你都没有告诉思思她是你亲妹妹是吗？
所以思思才会做出今天这样的事情，是吗？陆江涛，江海集团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你，迟早他会栽在你手上。圆圆，走，跟妈妈回家。不是，我是一家人，我怎么说呀？我什么时候说呀？我也得有机会说呀。嘿嘿。